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怎么用的，它可以吸走溶解在水里的各种颜色，不管你是白色、黑色、红色、蓝色的衣服都可以放到一起洗，衣服多就多放两片，少就放一片，洗好的衣服白色还是白色，用了色母片一点都不会串色。